来这个还有两个重要的奖项，就是受欢迎的微博 King 和 Queen， 这两个奖项呢马上来揭晓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来，结果如下。叮叮叮叮，我们的这个国王呢就是这个冯绍峰啦，就是 King， 还有 Queen 呢就是杨幂，恭喜二位，恭喜两位，一皇一后。好，来有请。好，来我们有请他们两位上台。现在我们有请去年在微博之夜夺得 King and Queen 的蔡康永先生和姚晨为两位颁奖。好，有请。而且我们这个还要送搬上我们的这个很棒的礼品啊。没错，就是他们各自会得到一台联想 IdeaPad U300S 全新的超薄笔记本电脑。恭喜恭喜，谢谢。再一次谢谢。这个不是送给你们的，是送给他们的。对，好，两代这个 King and Queen 一起合照，一起颁奖，一起合影。谢谢康永哥，你今天也太轻松了吧，这打扮得很美，来拍照就对了。他得奖他没来，颁奖他倒是来了。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恭喜我们的 King and Queen。 要不要谢谢康永哥，要不要主持一下，康永哥？要不要主持一下？OK， 好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所有朋友。OK， 恭喜两位，我们把那个奖品留下。OK。